民事正经，台湾人民有信心。欢迎收看《民事正经》第十八集的播出。我是成功大学柯中信教授。咱今仔日要来甲各位报告的主题呢，吼，是要安怎来创造咱台湾的比较利益？啊，咱前礼拜讲到土地甲工业区了呢，咱即礼拜要来甲各位报告劳工 （labor）。 即个生产要素，咱要安怎来创造劳工部分诶比较利益。咱咧讲到比较利益诶时阵，咱甲各位比诶例，著是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了，所以伊生产纺织品较有比较利益，啊，著是讲伊诶机会成本较低啦。啊，是安怎英国诶劳工来生产？ 啊，即、這个纺织品，伊较有比较利用嘞。即个是咱台湾人爱去思考交学习啦。因为英国已经工业革命，所以到一八一七年诶时阵，英国诶劳工啊，毋是单纯诶劳力尔啦，伊是有学习着技术、skill、功夫，诶，一个劳工啦、啊。所以咱要创造比较利益。 咱爱来提升咱台湾劳工的实际哦，咱台语叫做功夫啦。功夫交技术个吼，伫中文较无法度明别来区分啦。但是嘞，伫咱台语嘞吼，分啊足清楚。台语嘞吼，若英文的实际哦，叫做功夫，亲像咱修理车。 是叫修理车的功夫。啊，那 technology 呢？虽然中文拢叫做技术，但是呢吼，咱台湾功夫是功夫，技术是技术。技术啊，technology，伊交 skill 无相。技术，伊会当交一个员工来脱离。所以技术呢吼。 伊会当申请专利，啊，要研发技术诶，吼，技术要有天分，就是有发明诶天分，安尼才有法都来申请专利，才叫做技术。啊，那功夫呢？吼，伊毋免发明诶天分，伊是靠安尼实做，靠实际上去操作。 靠，实际上去磨练，所以伊磨练出来呢吼，伊落好个功夫。所以咱较早，咱咧学做肉，咱咧学做拖水，咱咧学修理车，咱咧学剪头毛，这拢叫做功夫啦。咱较早真侪台湾囡仔，各种毕业了，若无自己学，好通去读，伊有无奈去学功夫。 学着一技之长啊！即种功夫英文叫 “skill”。功夫呢，未当申请专利。功夫因为伊交即个员工是密切结合做伙，伊未当交即个员工脱离，所以无法度申请专利。伊呢吼会当去考工去学习，会当学着 skill 功夫。所以功夫交技术。 离咱台语有真明显诶区别，啊！离专利法呢吼，嘛有真明显诶无相。你未当用功夫去申请专利啦，因为功夫是伫技术诶运作当中，自然伊会当去精进。所以咱若对功夫来应准互伊专利呢吼，安尼对别人咧使用。 即个相关的技术呢，吼，会造成阻碍。啊，就爱技术，啊，就是发明啦。咱嘅专利法正会当，互你去申请专利。德国啊，伊嘅企业啊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。德国，伊全国有三百四十五万间嘅中小企业。德国即三百四十五万间嘅中小企业，伊所挖矿嘅啊，真侪。 是这员工的功夫实际哦，啊，因的中小企业呢，真侪拢叫做隐形冠军非 i d champion，所以因拢有关键的技术，所以使得德国啊，虽然是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体，但是伊的品牌、品质、出口力非常的好，所以咱台湾呢，有那一百二十三万间诶中小企业，咱的。 经济政策呢，应该爱来学习德国人，才符合着咱台湾中小企业的需求啊。但是咱台湾，我有讲过，咱过去十几年来呢，咱拢对美国去学习着刮物件呢吼，事实上交咱台湾的体质是无相合的。所以讲，各位，咱就要来看讲，咱台湾到底是要安怎来，何咱的劳工啊？ 伊诶功夫会当提升？这点吼、哦，咱来啊看德国交土耳其啊，土土耳其，日本叫土耳其呢吼。即、这个土耳其即个国家吼，伊呢吼，伊是伫即个土耳其即个半岛，啊，伊呢足希望要加入欧洲共同体，但是欧洲拢毋敢互伊加入。 啊！但是土耳其即个国家虽然是开发中的国家，但是土耳其咧造车吼，伫、哦、全世界有哪有名？土耳其咧造车吼、哦，咱台湾人较无了解。土耳其嘅汽车工业吼，有哪真进步？是安怎？土耳其嘅汽车工业会真进步呢？即就是土耳其人呢吼、哦，因为因是发展中诶国家，所以呢。 因较早离土耳其啊，揣无工作，所以作为土耳其人咧、啊、吼，走去德国啦做外劳。土耳其人走去德国做外劳，所以德国伊主要个外劳就是对土耳其来，即、这个像英国个外劳啊，作者是对印度来设想。啊，再土耳其人去德国做外劳。 比如讲，去德国的汽车厂去遐出替德国人造车，吼、喔、啊！德国人会甲因教教功夫、教 skill，可以去做车。所以土耳其只少年人，离遐做十年、二十年会外得了呢？吼！因遮系土耳其人，我改等于土耳其去家己设厂生产相关，伊会晓的。 诶，汽车零件，所以德国车真侪零件咧吼，拢伫土耳其制造，拢伫土耳其制造。所以讲，咱会当看出讲，土耳其正是啊那国家一里发展，伊诶人口差不多一亿啦。啊，真里欧洲啊，诶，国际新闻，逐日你会看到土耳其伊诶新闻。所以，土耳其伫世界诶政治咧吼，伊是一个足重要个国家。 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咱会当看出讲，土耳其交德国，著、就是因为去德国学到德国个功夫，顿来土耳其切入家己个汽车制造业，土耳其个经济才会才会好。啊，咱台湾呢，阮也有闹历史所在，咱在节目中捌甲各位报告过。咱在明治维新个时阵，一八九五年，日本人来咱台湾。 迄阵是明治二十八年，所以日本去欧洲，尤其是去普鲁士啊，后来一八七年变成德意志帝国。日本啊，去德国啊，学习着真济物件，啊，拢运用实施在咱台湾。内底包括职业学校的制度，即职业学校的制度啊，是安怎咱？ 啊，过去台湾有真侪五专、呐、字砖呐、啊,啊，咱的高钢呐、咱的高农。呐，这个高钢高农作者啊，是日本人去德国学习学得来。啊,啊，德国呢因注重即个职业教育，所以德国人啊入去校读册，读读到三年，教育后十岁时阵。 各国的政府咧，就家做性向测验，和能力的测验。啊，你这个囡啊，较无适合读大学，安尼呢，吼，你到对十岁，你就去读职个学校。啊，伊读职个学校了，吼，去学功夫，吼，伊到差不多二十岁呢，吼，伊嘛出师，吼，会当来，吼指导师啊，啊学功夫。 所以咱看出，讲德国人拿去学功夫诶，差不多十年伊就出师，到二十岁。啊，你若较适合读大学诶呢吼，伊头啊十岁的互你去读，啊，即个高，即个咱诶高中啦，不多咱诶高中，吼。啊来，再搁读高中，啊来，正通过即个阿比托尔，吼大学，诶入学诶考试呢吼，啊正入去读大学。 德国诶，少年囡仔对大学毕业咧吼，嘛差不多二十岁，所以一个德国诶少年人，无论查甫查某，伊大概到二十岁，男是大学毕业，就是有一技之长，会当指导师啊，或是做土水、做面包，还是来修理汽车。即、這个职业教育伫德国咧吼，拄好配合着德国的中小企业，因为因德国的中小企业咧吼。 无需要偌侪高等的教育，因需要的著是即个学校，吼，啊是一技之长毕业，会当来啊有功夫的这类少年人，所以即个即个学校的教育系统，输得德国的企业诶吼，安尼配合起来，德国的经济才会好，咱先休困下吼，较礼仔则佫继续甲各位做分析。

伊无法度去读啊，咱诶，国中、高中诶，伊去读职业学校，也是去学功夫。啊，伊若去读职业学校呢，吼，德国政府呢，吼，一年差不多互伊十五万块诶补助。啊，伊去读职业学校时阵呢，吼，啊，伊就交真侪德国企业呢，吼，拢会事先去遮职业学校去拣人才啦。 啊！来预先来提供因学习的费用，啊，毕业了然后来因即间中小企业食头咯。所以，即个德国少年囡仔，要个你即个校里读书呢吼，一个月吼、喔、就会当对即个德国的中小企业摕到两万至三万的薪水，所以伊的家长经济负担就非常的轻。所以這，即个德国囡仔已真少岁。 哦，十几岁啊！伊咧读即个校诶时阵，伊着家己会趁钱，啊，德国政府佫有甲伊合作。啊，安尼伊毕业了呢，入去即个中小企业咧食头路呢吼。伊咧研发诶能力吼，有若未输英美诶国家呢？即德国因诶发明诶能力吼，有若未输英美即个国家？因为德国因真侪产品伊诶技术啊。 拢是恁实际操作、实际操作去发明出来，所以真侪中小企业要发明、要拍品牌，伊就毋免读啊到大学毕业，伊主要即个校毕业，哈、哦，武专毕业，啊有个功夫咧实际操作嘅时阵呢吼，啊伊嘛是会晓发明出来，啊伊发明出来，有当时啊。 无法度讲，摕到二十年即个独占权、即个发明专利，但是上届无伊哦，咱发明像即个，咱头讲个，得敢若保护十年的个即个小发明啊。所以讲，即个学校配合着德国个中小企业，佮配合着德国个专利法有即个小发明。啊，咱台湾呢，咱个专利法，有哪有新型即个专利保护期介十年？啊，咱较早。 伫台湾经济奇迹个时代，是安怎咱诶即个经济遮尔好？咱去美国申请专利个数量，伫咱台湾大量西进去中国进前，两千控制年进前。咱台湾呢，伫美国申请个专利数是超过南韩啊，干阿输德国交日本俩。 啊，咱二零千零十年去德国申请诶，即个新型专利吼，是全世界第一名。就是讲德国国内所承认即个新型的专利啊，咱台湾到二零零十年，咱去德国申请即个小发明新型的专利，咱还阁是全世界第一名。南韩、日本那个苏联。 所以你看,看，咱台湾伫经济机智诶时代呢，吼，咱真侪高高职毕业、大专毕业，诶，师傅呢，吼，伫工厂做厂长、做技工、做组长，但是伊嘛是会去发明啊，啊，伊发明起来呢，吼，去美国申请、去德国申请专利呢，吼，拢曾经有遮尔好诶记录。 但是咱台湾因为一批留美嘅学者，当来台湾了，伊就想讲美国嘅物件，逐项拢好，啊，所以攞啊从美国经济制度引进咱台湾。但是呢吼，你煞无去观察到台湾嘅经济是以中小企业为主。阮伫德文，阮读财经法律的。 阮咧看一个制度有适合即个国家无啊？你爱先去观察即个事物诶本质，阿、啊就是讲去观察蒂纳图尔第二差衡，即篇文章蒂纳图尔第二差衡诶事物诶本质。啊，咱要用一个教育制度，咱爱看咱诶国家诶即个状况是安怎？咱诶企业诶状况是安怎？咱企业是中小企业为主。 咱应该是高职毕业，上届者阁二专、五专毕业，啊，著非常适用啊。但是咱煞去迷信学历啦，迷信学历呢吼，煞来从真侪啊较早的五专交二专啊，来伊改做科技大学啦，啊变做科技大学了，哪交一般诶大学咧相平啦。 这安尼，这是一个错误嘅做法，因为咱延后到即个少年家学技术的年龄啊！你到读大学毕业，啊，咱台湾人爱去做兵，伊做兵出来著二十趟岁啦，二十趟岁，伊才去开开始来学功夫呢。哇！啊著输德国人，输国六年去啦，德国人人因二十岁著出师啦，啊，咱对技术行业毕业了。 佮做过兵，啊，将来工厂开始要来学功夫呢，啊，安尼咯，规个就万人过人袂去啊，啊，伊即科技大学毕业的呢吼，真侪拢交文科大学相，拢是咧看 paper，拢是咧读文章的，写论文的，考试的，实际上要叫伊去接一个电板，要去烧一个。 机械呢吼，落来嘛不要用，啊电表看无，啊安尼呢煞变成功，伊即啊工厂了呢，挨个电学挨个对基础电学呢吼，加开钱浪费时间，所以咱进台湾呢，若要,要,要来改善着咱台湾而即个生产要素努力诶部分啊，内部诶部分呢吼，咱来提升咱诶啊。 咱的员工的功夫，啊，要提升伊的功夫呢？吼、哦，毋通单单到伊读大大学毕业做边柜来校好正学。所以咱即啊，咱要安来做调整。我个人个人认为呢，吼、哦，伊入来技术大学的，就入来公司、工厂来建交合作，来实做。 啊，安尼咧吼，咱来学德国，著、就是讲伊交即个公司工厂建交合作诶时阵咧吼，伊一边是科技大学学生，啊，伊一边是即个公司里面诶员工。拜一到拜五咧吼，啊，有阵时啊伫工厂食头路，有阵时啊伫学校咧上理论。啊，拜六礼拜咧吼，伊当然伊有若爱啊休息嘛吼，休息之外咧吼。 佮登来学校，啊，报伊爱修诶学分，所以讲，可伊对技术学院一年啊，就开始建校合作。啊，你读四年毕业了，嘛是可伊大学毕业诶学历啦。因为是咱台湾人，拢爱家己诶子女有读大学嘛，所以伊读即个建校合作，吼，诶，技术学院四年了，伊嘛是摕到学士诶学位。不过伊诶学习呢，吼。 网上一般的文大学安尼伫蹛读文章啦，读课本啦，理论爱学啦。但是呢吼，实际的物件也是爱要,要做，所以提早互伊去工厂、公司内底来做实习。啊，即科技大学的教师呢吼，真济咱会来聘请咱的企业界，企业界有专门电子的功夫的机械技术的入来的学校内底。 做助理教授、做副教授、做正教授，所以教授啊，交工厂之间会流动。啊，就是讲技术学院个教授，也有里工厂咧实做，安尼伊个薪水也会当较悬啊，工厂内底个厂长，伊也有法度入去啊技术学院呢，入去做助理教授、做副教授、做正教授。啊，伊要升顶呢，用伊发明啦。 用伊技术鉴定啦，等等来升顶副教授、正教授。啊，即、這个政策落来，咱的政府咧吼，咱的行政院内底，行政院内底，尤其是咱的行政院副院长，啊，来着协调着咱诶即个教育部、经济部，等等才会部护咧吼，啊来协调出适合咱台湾企业诶一个职业教育系统咧吼，安尼咱台湾。 伫这个内部的生产要素部分呢，咱来咱创造比较利益。感谢各位，今日拜收看，下礼拜咱再继续。感谢各位。